就去找我等啊！啊，是啥物代志要跟我参详？不是啦，你安尼比来比，我会歹势咧。歹势啥啦？你身材足好个啊！啊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嘿啊，美姬嘛，啊你吼、哦、要创啥物，你唔着爱甲美玲讲，伊唔才有法度好甲你斗三工啊。哎呦，啊，就是我要去比赛啊！若是我会当哦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拍到决赛吼，我就需要一个 model 穿我的衫去走秀。啊，我想来啊想去，想适合的人就是你啊！你要选我？嗯啊！啊，伫我身躯边，甲我上亲，身材阁上好，年岁阁上适合的人，就干你尔。而且你阁学美发，对流行又阁较捌。啊，你若是无爱甲我斗相共，我去倒位生一个 model 出来？总袂当叫我找阿嬷，还是阿母啊？卡叔，你无去嫌吼，我是真愿意啦。啊，不过你之前拢讲我会带衰，阁叫我衰啊恁。哎呦，你是误会啦！你是阮阿姐呢，我较早唔捌代志乱讲话，你阁甲我计较。若是你真正要找我做 model 吼，我嘛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我看我先去减一个肥，啊，然后吼，我学迄 model 做台步。啊，无我今仔若是比赛迄天，我无说你跋倒，会足见笑的哦。哟，无你家己跋倒，别人就会注意到你，嘛会较注意到我的衫，安尼颠倒是一个袂歹的效果。听你安尼讲，敢讲你真正爱我超工跋倒？我看，袂使啦，你拄才已经答应我，你袂当讲话无算话，徛好，我不应哦。安尼真好啊！哦，阿嬷真久唔捌看到讲恁姊妹啊吼，安尼遮尔好着，哦，我足欢喜的呢。对啦，啊，咱厝内面哦，的人就是爱有参像这种哦，迄个感觉啦哈，安尼哦，较和谐温暖。阿嬷，若不是因为经过遮尔侪风风雨雨，咱即马吼嘛袂遮尔和谐啦。无论安怎，迄乱七八糟的代志拢经过去啊！我相信以后咱一定愈来愈好。嘿啦，迄乌云吼拢已经过去啊啦！啊，以后吼拢会是出日头的好日子。阿嬷，你着互阮两个姊妹好啊，友好就好，你专心养老。好啊好啊，安尼阿嬷吼着变成老好命，哦耶！莫名其妙，你莫再来啦！哎呀，啊是安怎哈？美金妹，阿嬷拄则着听你好好在咧讲电话，安那会熊熊火气遐大？哦，搁会下电话哦？歹你当搞笑人啦！就顶届啊，我去面试迄间布列松公司，迄细腻的面试官今仔日毋知食着啥物药啊，敲电话来讲吼，遮尔侪设计都看来看去，还是上介意我的啦。哈，嘿嘿，安尼好啊。嘿，啊顶摆你甲人冤家甲安尼吼，啊人即马佫敲电话来问吼，嘿，安尼敢若参像有希望你会当去因公司上班呢？嘿。好事一桩，阿嬷，我话还袂讲完呢。哦，你讲啊。伊讲哦，虽然哦，伊是足介意我的设计图，啊，不过还是唔相信迄是我画的啦。直直甲我问讲哦，真正设计师到底是谁呢？啊，佫讲哦，我的气质哦，家家都是亲像迄边啊，迄个路边摊，迄摆摊的妹啊啦。佫讲我无亲像一个设计师，你讲安尼是毋是足超过的？真正是安尼哦，哎呦，啊，迄李先生太讲即啰话啦，嘿，啊，讲安尼哦，真正足看咱无的呢，无怪你会生气啦。嘿啊，无彩吼，我阁想讲，我顶届敢若真正伤冲动啊，我无应该甲伊拆破面啦，所以我即届吼，着好声好气甲伊解释，结果哦，伊愈讲愈离谱，我着愈听愈火大啦，最后骂伊几句，拢挂电话啦。美金嘛。啊！恁顶摆冤家呢吼，啊！人这李先生无计较，搁敲电话予你，嘿，真正吼，伊有吼介意你的设计哦。
安尼就上好啊，对不？这机会是难得的，你应该哦，是爱安尼好好啊，共解释好清楚。恁中间的误会哦，甲化解，安尼唔才对啊。阿嬷，我有试过啊，不过我才讲无两句吼，伊就插嘴讲伊不爱信啦。根本就是来找我冤家嘛。安尼哦，那不爱信哦，你会用赵美玲甲你讲安尼啊？嘿，先展现你家己的实力互伊看，啊是要当场画这设计图互伊看，啊那无就是讲哦做成品出来互伊鉴定啊，都哪会当证明讲哦你是正港哦设计师本人安尼就好啊？你今嘛？无得讲哦，你这只千里马吼去撞着伯乐哦，安尼吼会用恶乐甲得志哦。想好想嘴，才会吵伯乐啦。就算讲我真正是千里马，莫甲撞两下啦。而且安尼听来听去，伊根本就是干那想要我的设计图，无想要我这个设计师啊，感觉足歹的。